这个除夕的夜，突如其来一场战役，千家万户我们的命运连成不能分离的线，还是这个除夕夜，多少天使放弃团聚，每人都经历自己职责，联手一心抗疫情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虽然天南海北各一方，在这个艰难危机的时刻，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隔离病毒不要隔离了爱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中华好儿女。在这个除夕的起来一场战役，千家万户我们的命运连成不能分离的线，还是这个除夕夜，多少天使放弃团聚，每人都经历自己职责，联手有一个